我们现在已经把两管放入鸡蛋的离心试管从旋转试管混合机里面取出，然后我们即将要离心十分钟，转速是3000 RPM。好，我们现在放入离心机之中，盖上盖子。好，开始。我们现在数据会逐渐达到3000转。达到3000转之后，它就会开始倒数离心。好，我们等待。